今年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324颁奖礼将会沿用上年以 Genre 音乐风格分类方式颁发奖项。大会今年设立四种音乐风格奖项，由每周周榜上榜至头五位的歌曲所属的唱片公司或者歌手自行向大会报名，有关歌曲属于哪一种音乐风格，然后由全港乐迷以一人一票形式投选，票数最高的歌曲就可以在大会当晚获得相关奖项。大会设立四个音乐风格奖项，包括超级年度流行歌曲奖、超级年度摇滚歌曲奖、超级年度节奏蓝调歌曲奖、超级年度跳唱歌曲奖。在反映普罗民意的同时，我们都希望听到业界专业的意见，藉此推动乐迷、歌手和业界一同进步，促使未来可以制作出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为此，大会今年新增四个评审团表扬奖，这个奖项将会由一个本地和海外专业音乐人组成的国际专业评审团投票选出。评审团的成员需要听完全部141首入围歌曲，然后以波达计数法的形式投票，即是投票人按喜好排列候选者，例如候选者在选票上排第一有5分，排第二位有4分，如此类推。在每种音乐风格的入围歌曲之中，投选出制作水平以及音乐质素最优秀的歌曲。以下是今次评审团的成员名单，排名不分先后。评审团投票选出的奖项分别是超级评审团表扬奖流行歌曲、超级评审团表扬奖摇滚歌曲、超级评审团表扬奖节奏蓝调歌曲、超级评审团表扬奖跳唱歌曲。至于个人奖项方面，大会设有超级年度新人女歌手、超级年度新人男歌手、超级年度新人组合、超级年度唱作歌手、超级年度组合、超级年度乐队、超级年度女歌手、超级年度男歌手，总共八个类别的奖项，全部都会由全港乐迷一人一票投票选出。跟住落嚟，我哋会公布各奖项的入围资格和入围名单。